报告，今天我要来直播一下做 slime， 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好久没有做了。然后我今天准备我还买了那个 shaving cream， 我准备买 shaving cream 做那种 fluffy slime， 然后而且我这个就是我的那个隐形眼镜液已经开了好久，所以我怀疑它可能都不起作用，但是反正就不敢保证这个能起作用，但是我们还试一下。然后我就只准备了一小瓶咕噜，因为我不想浪费太多，如果这次成功的话，我就准备去 Amazon 上买大瓶的。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下吧，我总就会失败，因为我之前做的就挺失败的。我就先加咕噜，我还是别先加太多了吧，先看一下成不成功。你别说，这些加起来还挺贵的，我觉得买一个 slime 也要不了这么多钱。不过话说买 slime 也挺贵的。哦，我今天还准备了 food coloring， 你说我们做了什么颜色呢？我本来想等你喜欢我来直播，但是我有点忍不住了，我现在想做。好，现在我们刚刚加了咕噜，然后我们看不清楚，加了这么多咕噜，然后我们现在加 shaving cream， 我还特意买的芦荟味的 shaving cream， 我先摇一下，我们多加点shaving cream， 我要做很 fluffy 的。应该差不多，因为我咕噜加的很少，就是这么多。然后再加点，哦，听说还要加点洗手液，但是就是有的人说要加，我不知道，加一点点吧。然后现在加点敷卡，是我们家什么颜色呢？我比较喜欢绿色，我们就来个绿色。总量也加多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搅拌一下这个，搅拌这个的感觉好好啊，就是那个shaving cream 的感觉真的很好。但是我怀疑我胶会不会太少了呀？好，然后话说这个碗不是我的，我是看到它好像没有人用，所以我就买了，所以不用担心会不会有毒。其实我还准备了 baking soda， 但是好像做 fluffy slime 没有说要用 baking soda， 然后我先不加了，先把这个搅匀。哇，搅这个的感觉真的好好啊！我刚才以为我敷的 coloring 加多了，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颜色。我本来还以为敷的 coloring 会很强效的，要不然刚加了绿色，要不然加点蓝色吧，混点蓝绿色出来。它很有效，变成 slime。我觉得我蓝色好像比绿色多，现在基本上是蓝色的，反正就很大。我现在就开始加那个，应该其他都加完了，不知道要不要加 baking soda， 反正就先我们先加隐形眼镜液吧。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在变的，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，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这个隐形眼镜液到底还有没有效。说我要不要加一点 baking soda 呢？我实在是应该等你起床了我再直播。反正目前它还没有 slime 的迹象。不过胶是不是加少了？因为我那个 shaving cream 我真加了很多，就是相比我的胶的话，其实它好像还是有点变的迹象的。可能是我胶是不是太少了？要不再加一点胶吧？我觉得做这个就是一会儿觉得这个少，一会儿觉得那个少，然后最后就全加进去了。反正要是这次成功的话，我就去买大瓶的，然后再批发点 shaving cream。我比较喜欢做这种，就是 fluffy 或者是那种透明，但是透明的胶比较贵，所以我们先做这个。我觉得好像是刚刚可能胶少了，现在胶多一点，就感觉好像就是粘一些了。应该 activation 还是不够，我们再来加。
你说我是不是谁运气加多了？不过我这个应该还是不够吧。我就总是在怀疑哪个不够，最后估计这个碗就要溢开了。它是有那种要 slime 的感觉，你看到没有？光不太好，但是它还是没有 slime。我觉得这个 food coloring 好低效啊，就是它这个颜色饱和度好低。我本来以为 food coloring 它会比较强力的。你说我要不加点 baking soda？ 我也不知道 baking soda 到底有没有。就是我看别人做 fluffy slime 都没有加 baking soda， 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加。可能还是少了，你看现在真的很滑，但是它就是真的没有那个没有 slime 的感觉。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，我也不敢加多，也不知道到底是那个隐形眼镜液少了还是胶少了。反正他现在肯定是在往 slime 的路上走，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他那种要粘起来的感觉。你看没看到现在慢慢的在脱离碗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成功，而且我这个应该非常 fluffy， 我现在挺激动的，我又想再加点颜色。它现在已经有一点脱离碗了，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很均匀，可是我现在不敢上手，我觉得我还是继续用这个搅一搅。然后我现在还想再加点颜色，我刚刚又加了点绿，我就这次再加一点蓝吧。起泡真的起得很，非常狠。你看它不停地在起泡。这个应该还不够。我觉得我这个应该不会失败的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成功。它其实现在已经，我是想上手，但是又不是很敢，因为我感觉它还是有一点那个。但是你看它现在已经比较脱离，就是要是使劲的话，它是很其实可以脱离碗的。所以我觉得再差一点就可以上手，我再感觉。成了，因为你看它已经比较可以脱离了，有点。我再加一点那个，再加一点泥液，我觉得就快成功了。我这次比之前成功多了。之前那个我虽然后来也 slime 了，但是那个 slime 太粘了，就是马上就要脱离碗了，宝宝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觉得颜色很淡，我其实还想加点颜色。我觉得这个 food coloring 真的好水啊。大家认准这个 Clubhouse Food Coloring 特别水货，就是它效果很不明显。我加了每个加了两滴，居然也只有这么大的颜色。啊，脱离了！你看它已经基本上不粘了。我不想把手搞黏糊糊的，我还是等它再来上手。然后我现在还是想再加点 Food Coloring。我这次加两滴，因为我觉得之前真的没什么效果。你看，它慢慢在脱离完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该上手。
少了。还是再继续加点这个。所以重点就是在要多加一点那个什么 activator。说明我这个快过期的隐形眼镜面还是有效的，大家以后可以就用这种要过期的来做这个。你这个发泡真的发得好狠，太酷了，一会儿捏起来肯定很好玩。而且就是做这种 fluffy 的这种就比较省胶，你看到没？就我大概我半瓶都没用到了，不过这一瓶还挺贵的，我在 Shoppers 买的， Shoppers 就比较贵，我下次去 Amazon 上买大的。就我大概也就用了，我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比三分之一多，比二分之一少吧，就做了这么一把碗。主要就是还是这个 shaving cream 的功劳，但 shaving cream 也不便宜，但是 shaving cream 好像挺省的，就是毕竟这一瓶它可以挤出来好多，就可以做这么 fluffy。我觉得我白买那个 baking soda， 我为什么买 baking soda？好像确实没有用。我确定我这个可以上手了，因为它都自己要脱离勺子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洗个手，因为总感觉我的手有点黑，我不想把我白白净净的酸奶搞黑了。擦上去真的没什么效果，你看我加了那么多，居然还是这么淡的颜色。不过这种力就是很小清新的那种薄荷调，还不错。我准备洗个手，然后上手。我现在厕所里做，所以就很方便。哦，好像还要加点水，我都忘了加水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加，但这个都快成型了，我就这么甩一点吧。万一水反而让它反而毁了它的话就不好，所以谨慎一点。总是不敢上手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了，我就是不敢。你看它现在就是很脱离碗，你看到没？很脱离碗。但是为了让它不粘，我还是再多加一点。那这个真的很费 contact solution 呢？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contact solution 批发？其实用 Borax 应该会更好一点，但是呢，我就是觉得 Borax 它不是有点比较有毒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用 contact lens 那个。啊，可以了，你看它完全就是完全它不用勺子它都脱离我的碗了，有，就是还差一点，它就是还是太黏了，我觉得还是要加再继续加一点这个，就是确保它不粘手。我准备上手，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总感觉它，它是好柔软呢、啊。这但它还是有点黏，我肯定还得继续加那个，不然的话就超级黏。但是它现在是可以脱离的那种状态，就是它还是非常黏。你看，我可能还是上手上早。我觉得我可能 shaving cream 加太多了，就是摸上去实在是有点太软了，这个。就完全像在摸 shaving cream， 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好像是没有那个，还没有勺子的时候嚼起来好。shaving cream 太多了，我现在摸起来我就觉得它 shaving cream 肯定多。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加一点胶？我觉得，就是它脱离不了我的手，我觉得。上面主要就是 shaving cream 的原因，我还是再加点胶吧，你觉得吗？
续加了点那个，然后我觉得好像可以了，就是我现在有信心把它拎起来了，所以我才又回来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这个 slime 的质感有点不对劲，就是它现在不怎么粘了，但是它很脆，就是它是那种，就是它现在可以脱离我的手了，但是呢，就是它那种质感我不是很喜欢，它不是那种拉起来就是很能拉的那种，它就是感觉容易断，就是太有劲了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我什么加多了，我刚补了一点那个，就是那个 baking soda 我补了一点点，然后又继续加了点那个 contact lens solution。那我觉得我可能 contact solution 我加多了吧，所以它就是变得这种有点太脆了，然后可能就是我胶本来就不够，所以它现在就是这种质感我觉得不是很好，就是它看着还比较 fluffy 吧，看着，但是呢它就是拉起来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感觉，但是它现在是可以从手上处理掉了，起码还是有稍微有点粘，我觉得可能还会继续加点抗菌素。嗯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再来展示一下，我觉得我这次是成功的，因为我现在发现诀窍就是你不能太急了，就是你做完之后让它稍微放一下，然后好像就会好很多，就是现在它就会基本上不粘了，虽然说我还是，你看它现在就是拿起来也还好，就是我还是不敢很死命的去捏它，但是就是它现在是不粘的，我觉得到现在它不是很 fluffy 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可能就是我那个泡泡，因为我后来加了太多那个隐形眼镜液了，然后它就那个泡泡可能都消了，就没有那么 fluffy， 但是它现在就比较集中，反正就算是挺成功的，而且这个颜色我也蛮喜欢的，是那种薄荷绿。